左腿后部，中部痛啊，中部痛啊，我就看到那个变形金刚啊，这变形金刚走进那个走进亚加拉大瀑布那个下面的水里边啊，在下面的水里边，水里边水正在小的时候，船要搁浅了，快搁浅的时候，那个变形金刚把船呢拖起来，拖到那个边上啊，可以靠岸的地方啊，拖到边上可以靠岸的地方啊，拖过去了啊，然后把另外一艘船也拖过去啊，也拖过去啊，水断流的突然一下水少的时候，变形金刚把船拖过去啊，这个时候人家明显感觉到好像那个船是浮起来，浮起来，然后到了目的地啊。然后浮起来到了目的地啊，这个很明确，很明确是那个，这是很明确是那个变形金刚，拖过去了啊，这个变形金刚拖过去了啊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